这个王朔说了，领导的这个牛逼程度啊，一定跟民众的傻逼程度成正比的。就是说，领导有多牛逼，群众就有多傻逼，或者是群众有多傻逼，领导才能有多牛逼。你看看那个金三胖，他算是现在的世界第一牛人吗？关键的成就他的坚强的磐石是什么呢？朝鲜人民的傻逼程度，而朝鲜人民估计也是全世界最傻逼的，这个群体了，所以啊，他就能够成就如此牛逼的，全世界最牛逼的领导。你看看那个美国的总统，美国现在的国务卿布林肯，他多可怜呐，不敢大声说话，连走路，都是那样小心翼翼的。为啥呢？这美国民众太聪明了，所以呢，领导他就只有低眉顺眼的，他不敢牛逼呀。这个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国家领导啊，牛逼不牛逼？用这个公式啊，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我国人民的傻逼程度有多高。许多人说我爱国，我的贡献都给了国家，那国家又给了谁？美国啊，对中国的政企啊做了一个评估，说中国就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奴隶制社会，有300个家庭啊，300个家族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算成是真正的奴隶主，其他的14亿人啊，全部是奴隶，这一点是没说错。那300个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革命，开拓者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，他们都是奴隶主，而大家呢，即就是你当上个七品芝麻官，那还是个奴隶。所以说中国的政治，他们说看的复杂，有啥复杂的？一眼就看穿了。就是这300个家族打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啊，在公开的抢劫这14亿人，就这么个简单的政体，被他们说的这么了那么了，所以你把那些谎言都给比开啊，你看他的本质，一眼就看穿。你看那个金三胖那个眼神，我从那眼神里面能看出来，金三胖这伙傻逼真他妈的傻。你想想，我们在尽心竭力的培养自己的孩子，花钱、花精力、花热情，花满腔的热血，把我们的孩子培养大，试图成为一个人上人。但是你做的这，人家也并不反对。哎，你这个孩子长大了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奴才。不是说为什么什么什么服务，可以成为我们好使唤的一头驴，拉磨的时候拉得更快，更有方法，更有技巧，仅此而已。但是你还是个驴，还是个拉磨的驴，所以啊，我们有时候觉得太可悲了。我们把孩子这么培养大，而是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奴隶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有一个常识，就是好多人说基督教这不行那不行，那你随便就从基督教堂里面抓出来一个两手不会写八字的一个信徒，你说谁是神？你说说你心目中谁是神？他肯定连1秒钟都不带犹豫的，是吧？耶和华是唯一的神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使者。
是人的赎罪者。哎，这不结了？就这一个结论啊，足够让我们当下的领导发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承认他是神。这个三胖为什么不允许朝鲜有一个基督徒的？如果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这个神就当不成了，因为基督徒不会认他为神的。这个中国人反对基督信仰还有一个跟我们文化的一个冲突，就是基督教反对吃啊，不是说不让人吃啊，他说是不能单单靠食物啊，人活着不能单单靠食物，他反对就像猪这样吃。中国人的吃法有点像猪，就是民以食为天嘛，就是说把吃看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，这是基督信仰不允许的。他认为啊，人不能整天想着吃，要靠上帝的话语，就是你要吃饱了要思考神的话语。为啥有礼拜天呢？礼拜就是忏悔的时间。就是你干几天活以后，你要休息下来沉思一下，对你过去的对你自己过去的这几天，这六天来你都干了些啥，反思一下哪是对的哪是错的。就是说他倡导思考，上帝给为啥给人给这么聪明的大脑啊，跟其他任何动物相比啊，人的大脑是远远的聪明程度啊远远的超出这些动物。这我们就认为是神的赏赐，而赏赐大脑既然这么聪明，你不能不用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勤思考，这就是给我们的任务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中国人不这么认为啊，不去用脑子去思考，而是只管吃。以前有个坏人叫做昆老二，他说民以食为天，就说老百姓把吃当作神一样崇拜啊，除了吃还是吃。结果呢，你看看咱们这个市面上的人三高啊，哎呦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，全是吃出来的。这个吃我不认为不仅仅是说不利于健康，主要是这个勤吃的人他就不思考了。你注意看啊，胖子不太愿意思考。说中国人为啥笨呢？笨他就是不愿意思考，而且我们把善于思考的人叫做什么呢？不务正业。那古希腊的先哲叫苏格拉底，他开创了人类的哲学。如果说有哲学存在的一天，都认为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。他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，但是他的作风就是优胜好闲。人只有闲下来才能思考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人有礼拜天呢？礼拜天这天，中国人休息就是睡睡大觉，而这个有信仰的人他是去做礼拜，去从圣经里面找智慧。这个不思考的民族肯定是愚蠢无比啊。中国人是在世界上是个非常愚蠢的民族，但是呢他又怕别人说我们笨，他就粉饰啊，他搞出来一些就像胡锡进之类的这直溜的这些说谎话的，是吧？哎呀，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民族之林里面是位列前茅的。实际上这并不是啊，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和非洲人是差不多的，也就是个七八十。平均智商，我说的是平均智商，当然有冒尖的，
150的、160的也有。这个，但是这种人太少了嘛，你跟那个乌泱乌泱的广场舞大妈，你全部都给搞进去的话，哎，这个指数就立马下降。